我相信大家都收到通知道有集戲型嘅事，在座咁多位都係我千挑萬選出嚟嘅十人組，俾啲掌聲自己。嗱，大家唔使咁拘謹㗎，我揀得你哋出嚟已經當你哋係自己人㗎啦。多謝大小姐你揀我，你做到嘢。 我不嬲都知道，我都要多谢大小姐你拣咗我同Mary出嚟啊！我哋以后一定会效忠大小姐你。工业你识得咁谂，我真系好安慰。高夫，咁系咪我哋都要多谢家姐啊？我哋可以唔要平时人缘差，做唔够10个自己友，又唔想搵外人，所以啊先搵我哋做够数啫。 听到啦，多谢。呢度8个人就仲争2个。大小姐，我唔阻大家开会啊嘛。系咁嘅，如果你个10人小组唔够人嘅话，不如俾我加入啊！我承诺会对大小姐你一条心，无论系富贵贫穷、顺境逆境，我永远都咁爱你。邓神，你究竟喺度表示效忠定求婚？点解你讲嘢咁似嗰啲结婚誓词？辉哥，你千祈唔好误会。 我不嬲都當大小姐媽咪咁尊敬，頭先我已經動咗嘅，我收翻。冇錯，你睇到係8個，但係仲未計人事部嘅 Helen 同埋財務部嘅俊華，佢哋因為喺 office 有嘢做而未能出席，計埋啱啱好10個。原來夠人啦！不過你點會知道我 call meeting 㗎？喂，我俾 message 你哋嗰陣時，唔係講咗要保密嘅，邊個走漏風聲？唔關佢哋事㗎。 系头先我喺门口偷听到，唔好意思，大小姐。华仔啊，我唔该你行出呢个门口之前，你将呢度见到嘅一切人同事都即刻同你个大脑之中活走啊！如果唔系，就算我系你亲生阿妈，你都会死得好难睇，知唔知？我知道啦，知道。够。爸爸，你都有叫历史交10人名单咩？乜你唔知嘅咩？你两个都系爸爸最得力嘅左右手，我想集合你哋两个嘅意见。 揾出最精英嘅10个人，不过你哋嘅人选好唔同喎。可能历史眼光肤浅啲啦。又或者家姐中意啊，用人迷亲呢份名单里边啊，一定有 Terry 同埋 Casey 啦，嗬。佢哋两个对公司好有贡献噶。哎呀，系噶。嗱，你哋两个嘅眼光我都信。咁啦，你哋一齐筛选10个人出嚟，今晚摆张最后嘅名单喺我台度，我听朝翻嚟睇。系嘅，爸爸。 姐，细佬，点啊？打唔打听到啊？我照你吩咐咧，扮到好专心咁同阿哥倾偈，然之后对眼咧就周围喺度偷睇张名单，原来好难噶。阿哥仲问我咧，做乜对眼突然之间俾我射你眼？咁你咁唔及到？哦，嗰张份名单咧摆咗台面，我只系睇到4个名咋。边4个名 ？Andy、Peter、Ivan 同埋阿咪咯，其他我见唔到啊。Andy有份就唔出奇啊。 连阿咪都有啊！呢啲咁嘅墙头草黐唔到埋嚟我度，咪埋历史堆咯。啊，家姐，头先我都唔记得问你啊，做乜要我偷睇阿哥份名单嘅？你家姐想出谋招啊？咁咪即表二五仔？唔系，你以为咩啊？我以为家姐系八卦咋？你唔系话公开咗同阿哥公平竞争嘅咩？黐线，我都唔中意公平嘅。你咩打算？ 都系揾人搞下破坏咁啦，搞到佢哋入唔到营，咁爸爸冇得拣啦，咪自然就要拣我张名单。你对你份名单咁冇信心？两手准备啫。嗯，你谂住点样对付阿咪佢哋啊？准备好噶啦。你而家睇紧嘅系 TVB USA 官方频道，快啲揿埋下面呢个钟仔 subscribe， 就唔会错过 TVB 精彩节目嘅片段噶啦。